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现在起来了，工人师傅已经开始在焊这个大门了，已经做了半扇，然后杨师傅在打扫卫生。我们给我看一下，今天早上起来没有下雨，昨天晚上也是雾大的，老蒋的车都开不回去，只能放在这儿。山上下雨打滑，然后这边已经门柱子已经预埋了，和加宽路面预埋柱子，这两个打铁柱子往下面埋了1-2米深，这样的话这边山上风大会可以抗风一点。看这边底下一个深1米多的水泥墩，然后这么粗的钢管，再大的风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了。然后路面再加宽50公分，我们现在在考虑给这个路面要不要再，不是给这个杆子啊，要不要再用砖垒起来，就显得更好看，显得更粗犷，然后更饱满充实。到时候我们再去围那种护栏的时候，就显得不这么单薄。不然这个门看着很高很大，很高大上，这旁边就显得柱子有点细了。再拿红砖给它围起来，或者是。做个造型就显得更漂亮了，可以拿红砖稍微围一下啊。对，就显得柱子粗了嘛。对，可以的，这路面加宽了50公分。嗯，差不多。嗯，够了啊。嗯，我们现在准备下山，今天跨年夜，我们准备去买点羊肉，晚上回来炖，晚上在这吃饭。没有，我们在下午差不多5点左右就出去。今天跨年夜，跨年，吃饭又回不去啊，晚上又服不服啊？看这样，这边一个大门的这个雏形已经出来了，还是非常非常大的，3.5米高。今天是跨年夜，然后我们下山买点菜。哇、哦，这个螺丝，啊，这个螺丝好。要不要买点螺丝炒螺丝啊？这螺丝吃螺丝吗？还挺大的。你看这绝对好。这还可以看。要不要买点螺丝？然后咱就吃火锅了吧。有螺丝没有？螺丝没有。炒着吃了。吃螺丝不？可以炒一个。可以炒个螺丝啊。也可以炒吧。拿火锅底料一炒嘛，是吧？不用，不拿火锅底料炒。那啥。有加辣椒，剁辣椒炒最好吃了。剁辣椒是吧？辣椒。屁股剪了没有？还没剪呢。来，给我盘点螺丝。洗干净了的。嗯，没干净了，我才洗了，拿回锅底了。嗯。干净了。那会儿给拿什么去呢？哦，是锅里。不是鲫鱼，又是江鱼，还给他们，我因为他拿来，因为我帮他。鲫鱼。嗯。给我打，刚才发了个江鱼。这个是鲫鱼是吧？对。嗯。看看。这边很少鲫鱼啊。江鱼。这多钱一斤？哎呀！来，你现在养它不会死。我们来这个菜市场是买羊肉的，羊肉没买到，买了点螺丝，然后现在去换一个地方，加上今天下山还要买油漆什么的。我们现在菜市场完以后，我们又来到了这家钢材店。在这钢材店买一下我们要做那个护栏的那个钢材，现在大门一焊了，护栏也要紧跟上了，所以我们选了这款比较粗的这个钢管，这个钢管是下雨也不会生锈，应该算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钢管。然后2.5米一根，2.5米一根，这一根是6米，然后我们那个护栏是2米高，然后这里用2.5米埋下去50公分，弄个小水泥墩这样来做，这样的话整个大门跟外边全部都已经围起来了，以后就安全了，就没有人再能进我们院子了。在版纳这边买这个羊肉还是非常非常难买的，我们刚才对面的这个经贸市场绕了一圈没有，然后现在来到这个市场看一下这个市场有没有，这个市场再没有的话我们就只能去万达了，万达是有的，昨天我在万达是看到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菜市场也没找着，最终还是没有买到。然后老杨去买了好多蜜雪冰城，准备去出发万达。没
下来，要么就是老挝咖啡，要么就是蜜雪冰城，反正总得来一个。所以说下一次山不容易，要必须喝一个。来到这边想吃一顿羊肉是真不容易，这是我们找的第四个地方，还没找着。看一下这个，这边再找不着的话，我们就只能去万达的超市了。这是万达后边的一条街，说是这边是有一家这个牛羊肉的店，但我们目前还没找着。最终我们还是来到了万达，我们已经找了四个地方了，是吧？对，四个地方。现在去万达的冠超市，冠超市是有的，是我昨天我过来的时候看到了。好了，我们在万达，然后买了菜，最终我们在万达把它买到了羊肉，买了一整个羊腿。觉得我是个搬运工。买了一整个羊腿回家炖着吃，到时候把骨头炖汤，然后上面的肉剔下来涮着吃。我就发现，只要玩房车的人都特别爱买快递。你看，我们又满了，又拉回来一车。说明这个后备箱还是够用的。够用，老大了，就该入坑了。你看，这也入坑了，开始买鱼竿了。就是，我就是，我今天还在说他缺一个什么钓台啊、钓椅啊，是吧？然后各种竿，你知道吗？各种。就这买这一个包裹里面几个两根鱼竿，然后鱼线啥的，现在还有好没到的呢，还要再等两天才能到，这两天快递有一点慢。全部都往下拿了，拿下去。这是我们今天买的材料，也拉过来了，围的这个护网，护网上面到时候种上泡绽花，然后这里是钢管，钢管是为了扎在地下把护网绑上去。材料也到了，门弄好，网弄好，就是四米的小院了。卸快递，卸快递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买的这个羊腿，然后这是腿，这个一会儿给它炖成汤，里面高锅一压，我把这个瘦肉剔下来，一会儿涮着吃，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些硬骨头，这大骨头我都给它剔下来熬汤。但这骨头里面是有骨髓的，拿它来做汤底。啊，这边都是一些做这个晚上火锅的一些菜。今天晚上跨年，我先来片肉，施展刀工。看这个骨肉分离，瘦肉、跟羊肉分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到时候切片，直接涮着吃。然后这个里面看，骨头，所有的骨头全在这儿。然后我把皮剔下来了，直接拿高压锅一压，把这个皮可以压烂。这里面带骨髓的做汤底应该是特别好的，绝对好。看这个，开整。我们先给这个羊骨焯个水，然后拿生姜跟料酒去个腥。看，都是羊蹄儿，拿高压锅给它压出来。我们今天火锅的这个是五花肉，然后这个是我把那个羊腿切成的羊肉片，莴笋，然后这几个是调小料的，香菜、小葱、香米椒，这边有洋葱和蒜，香菜、娃娃菜、豆芽、萝卜、鸡胗菇，哎，这还是个豆芽，然后鸡腿菇，这边是豆腐、茼蒿，还有一个西葫芦，最主要的一锅在这儿，太好了。那我们准备把这一锅螺丝一炒，好久都没有吃螺丝了。看这边螺丝大小个头挺好的，
天晚上最后一道菜，螺丝。这个螺丝个头可以啊，都挺大。老蒋一个夹的。一会儿是不是放着吃八辣椒来着？可以啊，可以。还是放那种酸辣椒？放辣椒吗？有啊，我买的。可以可以。我买的贵州的八辣椒。我们这里是吃八辣椒，贵州特辣，炒螺丝一定要辣一点。好了，我们的螺丝现在先给它接着炖着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羊汤炖怎么样了。啊，气儿还没放完。嗯，好香的羊肉味儿。出锅。哇。哇。拿个筷子夹一块看看它那个烂了没。不烂的话还得再炖一会儿，烂了就可以。炖多长时间？上气30分钟。那应该炒不多。所以试一下嘛，咦，应该是烂了，绝对的烂了，感觉它都已经 QQ 弹弹的，哇，尝一口嘛，那有个料包，你尝一下，还给自己捞块肉呢，应该是的，可以了，可以了是吧？小火慢炖一会儿，看这个汤汁多浓郁啊！糍粑辣椒螺丝，看这锅辣椒煮的，我的天哪，绝对够辣！一会儿这个谁吸汁儿，一吸一秒入魂。我们现在给大家收收汁儿，吃到那种干干的，然后所有的汁儿粘在这个螺丝里面一吸。我的天哪啊，太好吃了啊，流口水了我已经。看着好香，好，够了，不够以后后面可以再接着加高汤。走呢？这一锅，哎呀，走开，不能我一个人吃了。好嘞，开饭，开饭，开饭。好了，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要跨年了。看我们这一桌子菜，哎呀哎呀，多吃顿菜。好多天没有拿出我们这个锅了，这是一个宝贝啊，又能烧烤，然后又能煮火锅。现在我们把电源打开，给它打到最大，2000瓦。好了，开始烧，马上就可以涮了。看我们这一桌子，
这一圈加上那么多，还是挺丰盛的。这好像第一次跨年吃火锅，是不是？那平时跨年吃啥？炒菜吗？很少吃火锅，跨年的时候第一次应该叫大家。最关键最有意义的是吃羊肉啊，羊羊得意，大家都不羊。看看看看，这我剔的这个羊肉咋样？羊腿上剔下来的，敢相信吗？杯今天碰杯真的是新年快乐，对，来新年快乐，跨年喽，春夏你也说新年快乐，这个锅已经挺快的，已经开锅了，准备开始吃吧，先来尝一个蹄子。哎，这边拍了两三分钟、三四分钟了。哎呀，看，这个是羊肉的羊皮，加上肉，应该非常非常软烂。嗯，哇，简直了，好吃。开饭，开饭。我们老杨同志今天又酸痛了，我是这样测一下，只有感冒的，然后这两天头疼，然后今天咽东西的时候那个嗓子疼，完了这会儿还有点冷，然后后背就是、离他远点，我们拍的时候离他远点，我感觉应该不会，一会儿他又阳了个阳了，应该不会，我觉得我还没好利呢，不要吓我，就是戳戳，然后放到这里面，对，然后这站往里面戳一点，得抽着东西。然后这个就不要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把那个是不是？这个要先撕开了。对，一戳到大脑了，有这么长了？两边，两边，两边，对。哎呀，我去！你一个喷嚏给我打烊了。感觉戳得好深啊！你就拽点东西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放在里面，上面写没有写多长时间？我看。对，放在里面站一站。往里面站一下就掰断了，对，掰断了就掰不上了，就站一下就行了，对，就让它洗一洗，在里面给它洗一洗就可以了吗？对，就扔了，不扔那不扔怎么了？没有，就洗都洗一下，然后放多长时间？不用放，到这上面就行，直接倒了。嗯，我听到看到网上不是说放了要放十几分钟吗？它是这个倒到这里面以后，这个十几分钟，这个不要了。那过了一会儿了，已经一道杠了，它也就一道杠，第二道杠没出来，没有羊，心里舒服了吧？好多了，一下病也好了啊，好多了啊，这一下你这就是感冒着凉了，应该是感冒。我们都转阴了，一道杠，一道杠，好了，再放一会儿，再放一会儿，好了，这会儿吃饱喝足，吃饱喝足，吃菠萝。直播的直播，哎，我操，你都开始吃菠萝了。嗯，来给你看。哎，我也来一块儿。看，手撕菠萝，对啊，当西瓜吃。掰着就下了。然后那边打台球的打台球，看晚会的看晚会。没有吧？专家吃菠萝的呀，就吃菠萝。又吃什么叫又？我们都昨天吃的，今天又没吃。啊，老杨在馋粉丝，他故意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吃饱喝足，然后给大家每人做一杯杨枝甘露。杨枝甘露呀？对，一人一杯。又是杨枝甘露呀？我们只有这个原材料。好嘞，瓶盖没打开，这是咋喝的呢？打开了呀。这酒都没了，这盖没开。开了呀，它不 是开了，它被拉掉了吗？只是谁给它扣上了？酒子。
点小一点。好了，我们的杨枝甘露做好，现在给他们送奶茶。哎，这个要给它扣上吧。你下播啦？没有啊。你可以给你妈一杯。没下播。我还以为你下播了呢。没有，我刚上厕所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来，新年的第一杯奶茶是我送给你的。看，看见第一杯的杨枝甘露哎。来，新年的第一杯奶茶也是我送给你的。谢谢。谢谢杨枝甘露。哎呀哎呀，来吸管，哎，你别掉了你别掉了你别掉了来，过来过来，到这边来，到过来到这边来，他能喝吧？可以。春夏都给你做的这个饮料，我你尝一口，爸爸的这个你尝一口这会儿有那个可乐，嗯，那你先把那个喝完再喝这个好不好？都给你做的这个烤好喝了。